哋琴晚就有109宗個案係陽性嘅測試啦。咁其中有11宗咧係輸入性嘅，另外有98宗咧係本地感染嘅個案。嗰本地感染嘅個案入邊咧有5宗咧，暫時係5宗咧就係暫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。另外就係有24宗咧係同其他個案相關嘅個案。咁另外嗰啲咧就係啲日葵嘅居民啊，或者係曾經去過日葵逗留過嘅人士啦，就包括喺日葵有27宗啦，影葵有33宗啦，咁另外仲有9宗係喺其他嗰啲樓宇居住嘅人士啦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